好，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因为这个新冠，然后呢，最近呢发现，他销售的非常厉害。进医院检查以后呢，发现他是，应该已经是肝癌的晚期，然后晚期有扩散到淋巴，有扩散到肺，有扩散到骨骼。那我爸爸本人曾经做过一个心脏的支架，另外他有一些糖尿病，还有一些高血压，这就是他现在基本的情况。所以他这些基础病其实是都有的。那么高血压和糖尿病。 我相信他可能在这之前，通过之前的肝癌已经是存在的，但是只是因为他的免疫还好，就好像他可以带病生存。现在我就在想，怎么样可以把他的免疫力恢复过来？不是，你现在我说，我想解决我最主要的问题。我想解决我父亲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哎，你就要不要，这不，你不要再说免疫系统，除了免疫系统，又限制在一个小范围之内。 我是大范围，你把你找哪个最重要的？因为你认为的是免疫，不一定是在免疫系统，你就说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就行了啊。解决肝癌的问题。不是不是肝癌的问题，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让他活过来的问题。不是，你就说这个几个字，我想解决我父亲最主要的问题，就这几个字啊。 不要你说是，你说最主要问题，你就说我想解决我父亲最主要的问题，就这几个字，重复我的一句话。我想最主要的问题。哎，对，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铁锁，那个铁链条，就是铁链条的条啊。你原来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叫？ 红金飞的泸定桥，这个你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听说过啊。人家说从那个，我现在就看到那个三条那个铁锁啊，哎，有时候看到两条，有时候看到三条，好像有人哎，平行的在那个上面爬啊，平行的在上面爬。哎，你听说过红金飞的泸定桥这个事是吧？ 历史上学过是？哎，对，你复述一下，当时你知道历史书上是怎么写的？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只知道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好，现在我告诉你啊，那个故事是假的。他们说从铁索上面从那个泸定桥上爬上去啊，从铁索上爬，当时桥面被国民党烧掉的。 这个历史是假的啊，是骗人家一把。如果你现在到那个，你如果事后再去复核这个复查这个资料的话，邓小平也承认这是假的，这段历史是假的，共产党编造出来的。哦，你现在就说哦，我原来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先说这句话。 原来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你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飞的泸定桥这件事情是假的，你原来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经历我同你讲了以后，你好像有个印象啊。我怕你不相信这个事情。我首先告诉你，你到网上去搜，可以搜得到邓小平也承认这个是编的故事，为了激励红军，有这么一个事，为了产生对国民党的愤怒，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啊。你首先有这么一个印象啊。 哎，那么第一个讲这个事情的话，那说明这个事情，对你爸爸的病来说的话，是很重要，因为你没有看我的书，也没有来得及多了解我这边临牌的情况。我临牌出来的案例当中，所有的案例当中，占了40%的疾病是假历史引起的。假如说这个历史是假的，那么临界就有。 存在我，找到我们，或者当事人来告诉他，你这个历史是假的，那么他这个人就得病了，啊，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概念，没有这样的概念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同你讲起，因为不像别人已经知道的假历史会引起人的疾病，现在你脑袋里先有这个印象，假历史会引起人的疾病，占了40%所有的疾病当中。
我为了让你更深的了解这个事情，我先，因为我为什么说怕做你的案例呢？因为你对那前因后果都不了解，我的临牌，所以呢，我同你多讲一点啊。我先来个插曲啊，帮你加深理解这个事啊。我小学同学啊，不是我同学，是我下一年级的同学，是我小学校长的女儿。不知在哪一年开始啊，他就突然，小学的时候还不是初中的，全部头发白了，就人家叫他白发老太，这我印象太深了，因为他是我校长的女儿，是我下一年级。后来呢，我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休学了，然后再上学的时候，同他才同个年级了，他头发全白了。大概在半年之前，他找我临牌的时候，排这个白头发的时候，一上来，我看着刀啊削他那个头发，削啊，一个人把他辫子拉起来，然后削他头发削，然后我就看到泸定桥那个铁索，就像辫子一样在那边啊，他原来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夺了红军飞到泸定桥，他当真的真的有这回事，手眼灵界。拉起他的辫子来削他的头发，那个头发原来都是黑的，但那个削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这头发哪个地方削坏了，我就像个空管子一样，把黑色的东西啊从管子里穿过去，那就不变黑了。因为他那个相信了这个假烈士以后，林界就来削他头发，他扎了辫子嘛，那个泸定桥上的铁链有点像辫子一样嘛，也是横着的嘛，把他削了以后，从此以后，他就得了初中开始啊，初中一年级开始就得了那个白头发了。直到那个今年还不是去年啊，应该是去年找我临牌了以后，才早知道这个原因。哦，原来是把飞的泸定桥这个事是假的，他才反应过来。我找他的时候还以为是真的，后来我同他讲了一个，我说你自己去看一下子。我跟他临牌完了以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下子，哦，看到了，收到了，邓小平也承认这个是假的啊。哦，你现在我听我这么一讲以后，你说我现在知道了，原来飞夺泸定桥这段历史是假的。你说这句话，原来飞夺泸定桥这件事是假的。哎，对，你说现在我知道了。飞夺泸定桥这件事情是假的。现在我知道了，飞夺泸定桥这件事是假的。哎，然后你想象着，你爸爸就在你边上啊，你想象着啊，你对你爸爸说，爸爸，我告诉你件事，飞夺泸定桥这件事情是假的。爸爸，我告诉你件事，飞夺泸定桥这件事是假的。对，你再讲一遍，爸爸，飞夺泸定桥这件事情是假的。爸爸，这件事是假的。哎，现在你想象一下子啊，如果有的人真的是在要飞着泸定桥从铁索上爬过去的话，这样爬过去的话，呼吸就憋住了，因为这个要太耗体力，从一条江上面，从铁索上面爬过去啊，爬过去的手在上面，身体悬在下面，那么他憋住的。不是一点点，呼吸憋住了，心脏憋住了，肝脏憋住了，他整个身体从头到脚啊，是不是都憋住了？因为他不是正常的体型，而且应该来说，人的腰部啊弓在那边啊，就像驼背一样的啊，有点像驼背这样的，因为那你看嘛。你要从泸定桥跑过去，你手抓在上面，脚勾在上面，就像个袋子悬在那边啊，下面中间屁股那个地方垂下来，两头高起来，你说是不是这样？如果真正的从铁索上爬过去的话，哎，你说是的，你要回应，听得见吗？是的，哎，对，是的，我听得见啊。对，有的时候要回应一下，就像我们看电影看明白了，
回应一下，不然他就不办一下走了啊。好的。哎，然后你就轻轻地问你爸爸啊，爸爸，你知道这件事吧？爸爸，你知道这件事吗？哎，然后你对你爸爸说啊，你可以保持沉默。你可以保持沉默。对，但是你不能再传播飞的泸定桥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你不能再传播飞夺泸定桥这件事是真的。哎，也就是说你爸爸可以不讲这件事真假。哎，你可以不内心来说你不好意思开口就可以不讲，但你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告诉人家啊、哎，我们呢那个红军呢飞夺泸定桥有这件事。然后国民党把桥面都烧掉了啊、哦！然后我们从那个铁索上面爬过去，在爬的时候，地面的那个还有枪在不断的扫射。哎，你对你爸爸说，这样的故事不能再讲了。爸爸，这样的故事不能再讲了。哎、对，哎，爸爸，这样的故事不能再讲了。爸爸，这样的故事不能再讲了。哎，说了这么哎几句话以后，好像啊，林姐看来啊，原来你爸爸那个头啊一直歪着左边的，好像不愿意面对，不愿意听到外面的评价。然后你对他说你不要再讲了以后，好像那个林姐看啊，林姐看的好像那个头正过来一点了啊，仰天的还正过来一点，原来好像在回避，像回避一些历史事实啊，像回避，哎，然后就醒过来了。我讲的是灵界啊，可能同那个现实当中是不一样，我讲的都灵魂态，灵魂的状态啊。哎，然后你继续说啊，哎，你继续说，哎呀，你说篡改历史啊，肯定有受害者。篡改历史肯定是受害者。肯定有受害者。篡改历史肯定有受害者。哎，那么受害者的灵魂就不会安息。那么受害者的灵魂就不会安息。哎，他就会跑到相信这段历史的人，或者传播这段历史的人身上。他就会跑到相信这段历史或传播这段历史的人身上。好，这个时候我就停顿一下啊，跟你讲，就是说人家那个非要说共产党说那个泸定桥上面那个桥面被烧掉了啊！大家那个都说那个那国民党毒了多少坏？那你想想吧，当事人就是当时这条泸定桥的守军，在他的灵魂一听说啊，我们没干这个事情，你非要栽赃，我说这个事啊，你非要说我干了这样的事情呢、啊？哎，他们的灵魂就起来了呀，起来了以后就找那些相信这段历史的，或者传播这段历史的人，就来了，掐他脖子啊、掐他脖子以后，让他那个气上不来，让他说不了话啊，掐他脖子啊，掐你爸爸的脖子啊，掐了以后，呼吸不畅了啊，呼吸上不来了，呼吸上不来，那么氧气少，二氧化碳积累的多的话，那么就会产生酸中毒。现在你爸爸有个症状就酸中毒，哎，酸中毒的意思就是二氧化碳积累在体内太多了，氧气太少了。哎，原因是脖子被卡了，脖子被谁卡的呢？是被那个泸定桥的一个守军，当年的守在那边的人的灵魂来卡了啊。你对现在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就想象着啊，那个卡你脖子、卡你爸爸脖子的人就在那边。你对他说：“对不起，是我们错了。”你说：“对不起，是我们错了。”哎，对不起，是我们错了。对不起，是我们错了。哎，然后你说，你们没有把泸定桥上的木板烧毁。你们没有把泸定
把泸定桥上木板烧毁这件事，别人栽赃给你们的。把泸定桥上面的木板烧毁这件事是别人栽赃给你们的。我现在郑重其事的向你们道歉。电话。你说。我郑重其事向你道歉。道歉啊！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受人冤屈。你说这么多年你们一直受的冤屈。对。然后你继续说啊。实际上你们都是好人。实际上你们都是好人。即使在战争的时候，你们并没有把桥面烧掉。实际上在战争的时候，你们并没有把桥面烧掉。即使共产党能想出这样的手段来，你们也没有这样去做。即使共产党可以想到这样的手段来，你们也没有这样去做。然后你告诉说，优劣分明啊，就是好与差一眼就看得出来啊。优劣分明。对。差一眼就看得。对。现在你表扬了他啊，你表扬了他，就赞扬了他啊，相当于你意思说这个事情只有共产党才想得起来，你们那国民党手机根本压根就根本没让他们去想。这么意思，有个半相的夸奖他，他就不卡你爸爸的脖子了，放开他啊。放开了，这个灵魂就慢慢退走了啊！你继续对他说对不起啊！对不起，真的非常对不起。这么多年你们一直受了冤屈。这么多年你们一直受的冤屈。对不起啊，杜小姐，对不起啊。非常对不起。然后这个时候就慢慢他就退了啊，这个灵魂离开了啊，这个灵魂离开了啊，现在我再回头说一下，当然我还等后面的有什么东西出来吧啊，也就是我为什么叫你说你爸爸最主要的问题，实际上你爸爸最主要的问题是不是肝癌的问题，最要命的是脖子被他卡住了，呼吸不过来就要命了，现在明白了吧？如果你不出这样的主题，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哪个最重要，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他呼吸卡住了，脖子啊被那人卡住了，卡住了上不来了，所以你那个如果回头看你爸爸来的检测报告上就有那个酸中毒，实际上在硬件来说把你爸爸脖子卡住了，呼吸上不来了，这个就马上要命了，肝癌不会马上要命，但那个呼吸上不来就马上要命了啊。好，正在说的时候我看到一只老鹰了啊，这个理解了吧？理解。第一个外地走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一只老鹰了，一只大老鹰了，一只大老鹰上面一架飞机啊，全大老鹰在天空当中，老鹰的上方是一架飞机。我说明一下啊，这个老鹰呢，有可能是现实当中的老鹰，也可能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老鹰啊。原来我临盘当中出现过两种老鹰，但现在这个很明显，是那个代表美国形象的那个老鹰呐。老鹰上面一架飞机，好像是老鹰在下面，老鹰在下面，飞机在上面。然后呢，你想象一下子啊，你仰天看着天空，你说我看到老鹰了，但我没看到飞机，你这样说啊。我看到老鹰了。帮我重复一下。你说我看到老鹰了。但是我并没有看到飞机。对，我看到老鹰了，但我没看到飞机啊。看到老鹰了，但是我并没有看到飞机。那个老鹰呢？我再解释一下啊，那个老鹰代表美国形象。然后你从下面看到一个大老鹰呢，挡在那边，飞机在那个上面啊。刚才我是从上面往下看。或者平着看一目了然，一个老鹰，一个飞机，
但你从下面看呢，就只看到个老鹰，没看到飞机，现在什么意思还不知道啊。啊，你说我看到一个美国老鹰了。对，然后你说我看到个老鹰了。我看到老鹰了。哎，我看到老鹰了。我看到老鹰了。哎，然后你说，这么彪悍的老鹰呢，是代表美国政府。彪悍的老鹰啊。是代表美国政府。它代表美国政府。哎，你说，我现在心里很矛盾。我不知道希望这个老鹰强大一点呢，还是弱小一点。我不知道希望这个老鹰强大一点还是弱小一点。哎，你说我不知道这个老鹰呢是强大一点呢，还是弱小一点。我不知道希望这个老鹰强大一点还是弱小一点。哎，你说如果不是来自中国的话，我希望这个老鹰越强大越好。我希望这个老鹰强大。哎，对，如果我不是来自中国的话，我希望这个老鹰呢越强大越好。如果我不是来自中国的话，我希望这个老鹰越强大越好。哎，但是我来自中国的话，这个老鹰强大了一个，对我有很大的压力。是因为我是来自中国的，这个老鹰强大了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压力。哎，然后你说，我很希望中国也强大。我很希望中国也强大。哎，我更希望中国比美国强大。我更希望中国比美国强大。哎，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上来不是看到有很大一个老鹰吗？老鹰就挡在上面的飞机看不见了。哎，然后你希望中国更强大，那个希望美国的老鹰小一点的时候，哎，那个我现在看到这个美国的老鹰就小了呀，小了以后，哎，穿过这个老鹰呢，原来老鹰把整个天都头顶上都盖起来，就看不到一个飞机啊，哎，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一个老鹰变小了以后，就看到天上飞机了啊，你说我现在看到天上飞机了啊。我现在看到天上飞机了。哎，你说我看到中国的飞机了啊。我看到中国的飞机了。哎，然后你说我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飞机了。我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飞机了。哎，为什么一直的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飞机呢？哎，内心来说，对，中国还是很郑重啊，还敬重啊，很希望中国强大啊。哎，然后你说，但是啊，中国的飞行器啊跑到美国来，总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的飞行器跑到美国来，总不是一件好事。哎，对，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一个，我说看到一个老鹰，上面一架飞机啊，当时呢，中国的想法呢，用那个超高空的那飞机飞过来，后来想想这个不妥，哎，这件事情不妥。后来就改了一个气球过来，现在呢，相当于一会儿老鹰大啊，把那个气球挡住了；一会儿老鹰小，气球显示出来了。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气球的事啊，你说美国强大，对我来说心里也矛盾；你说中国强大，我心里也矛盾。你说这句话啊。心里矛盾，中国强大，我心里也矛盾。哎，对，这是你的状况。哎，你爸爸这边状况也是这样。哎，也是这样，因为现在就相当跨了两个国家的时候，哎，不知道顾哪一头了啊，就心里矛盾了。这种心理矛盾就产生了呀。哎，这么一说的话，你这次爸爸突然病倒，应该同那个气球事件有关，因为那个这是第二件事啊，可能的啊。初步看来，我现在不知道，我看下去才知道啊。哎，然后你就想沉思一下，
你说我真的现在也不知道希望中国强大呢还是美国强大呢？我现在不知道希望中国强大还是美国强大。哎，你说我每次啊看到人家议论这个气球的时刻，或者美国打这个气球的时刻，我脖子这里啊就有卡紧的感觉。我每次看到别人议论这个气球的时候，议论美国打这个气球的时候，我的脖子就有被卡紧的感觉。哎，对，你脖子有卡紧的感觉，你爸爸也脖子有卡紧的感觉。哦，那么这么一说的话，就相当于两件事情卡在你爸爸脖子上了。刚才一个飞到泸定桥的手筋的一个灵魂的脖子卡在你爸爸那边了啊。现在气球的事情也卡在那边了啊。哎，现在你也很矛盾，你爸爸也很矛盾。关键问题，你矛盾还不要紧，因为年纪轻，能挺过去。但是你爸爸那个这个脖子一卡的话，那就麻烦了啊！哎，你说，哎，我想怎样放下这样的争端，来劝导我爸爸？你说这句话。我想怎样放下这样的争端，来劝导我爸爸？哎，你说。连我自己都在纠结当中，我怎么来劝导我爸爸呢？就在你现在也心里很矛盾。连我自己都在纠结当中，我怎么来劝导我爸爸呢？哎，然后这突然明白过来一件事啊、哦！哎，你说句话啊、哦！哎，爸爸，实际上我们不是在战争状态。爸爸，我们其实不是在战争状态。哎，对，只是叫争端摩擦。只是叫争端摩擦。哎，说完这句话以后，你爸爸好像找到了一个理由了，找到了借口了，一口气就送过来了呀。原来就这件事太纠结了，以后就相当于一个，卡在脖子那边气上不来了呀。啊，这个同刚才我讲的那个酸中毒之类，还是同样事情，又是两个因素卡住了脖子啊。啊，这是你爸爸的第二大因素啊。啊，哎，你只把这个形式再讲一遍，同你爸爸说啊。实际上不是在战争状态，爸爸其实不是在战争状态，哎，只是说摩擦，或者争端，摩擦，或者叫争端，不是争端，哎，虽然动用了武器，虽然动用了武器，对，但是这个武器啊，只是打一个气球而已，而不是打人。这个武器只是打一个气球而已，而不是打人。哎，而且他们在发射导弹之前，飞机是飞起来在围着气球看一下到底里面有没有人。而且他们在打之前是用飞机飞起来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哎，他们确认里边没有人的情况之下，哎，他才开的炮。确认里面没有人的情况下，他们才开的炮。哎，对，导弹，但是我们用个词，开炮，因为早年一般来说用最简单的词啊、哦。哎，这么一想以后，你爸爸啊、哦，终于缓过劲来了啊、哦，终于缓过劲来了。我爸爸一直不能吃东西，哎，对，跟这个有关。哎，对对对，就卡在了脖子这边呀、啊，那卡在脖子这里啊，两件事。就一个是那个泸定桥上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的个气球事件一个，在我们看来已经动到武器了，哎，在他看来也是，很多人就想到，哎呀，这个马上打了，动到武器了，实际上打的不是人了啊，只是一个纠纷，而不是战争状态，哎，分清楚这个以后，你爸爸一下子松了一口气啊，呼吸就啊，呼吸就回过来了啊，临界来看。啊，呼吸就过来了啊！吃东西，可以吃东西了。啊，你先慢点说，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就一个因素。我一般来说呢，只能看到一件事，我现在看到两件事了啊，很幸运的看到两件事。第二件事就看到了，我们再看看能不能看到第三件事情啊。我为什么叫你说解决最主要问题呢？我原来讲过的，你说具体一件事，我只能看一件事。你说解决最主要的问题，有可能看到两件事，有可能看到三件事。至少能保证一件事，能保本啊、哦！
这个时候我看到一只鸡啊，一只鸡啊，好在好像是在那个一个鸡在好像在喝水似的啊，在喝水啊，你摸一下喉咙这个地方有个凹槽啊，喉咙啊，对，有个凹槽啊，对，那个我看到个鸡啊，嘴巴伸下去喝水，然后扬起来咕咕咕啊，好像在喝水，一直在你爸爸那边在喝水啊，在这个凹槽里面喝水啊，好像你爸爸吃的东西啊，喝的东西都被这个鸡拿走了，被他喝走了。这么一说的话，你爸爸肯定营养不太好，营养不良什么之类的。你即使吃的话，也被鸡吃掉了啊。灵魂呐、啊，从灵界来看，哎，你现在说一句话啊，你说我看到一只鸡，我看到一只鸡，哎。你说这个鸡怎么日夜不停的在我爸爸脖子这个地方在吸水，还不在吸血？你就说这句话，日夜不停的。这个鸡在我不停的在我爸爸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吸血还是吸水。哎，但是关键问题，它是日夜不停。它日夜不停。哎，你说关键问题是日夜不停。关键问题是他日夜不停。哎，然后你说一般鸡喝水的话，喝个十分钟十五分钟肯定喝完了。一般鸡喝水的话，喝十分钟十五分钟肯定喝完了。哎，他是怎么日夜不停的在喝呢？啊，他是怎么日夜不停的在喝呢？哎，然后你说啊，那肯定是我爸爸做错什么事情了啊。肯定是我爸爸做错什么事情了。哎，对，你承认了你爸爸做错什么事情。你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鸡站在那边，这个脖子就不动了。不是刚才一直的喝水，然后头扬起来，水啊往嘴巴里啊停下来了啊啊！这个时刻，哎，我看到你爸爸杀鸡的时刻，就一把刀刺在正中央，脖子正中央呀。现在这个鸡来报复了啊！因为那个刺在正中央，那个血就流走了嘛。现在那个鸡来报复的时候，再来捉你爸爸那个，这个地方，脖子这个地方一捉的话，你呼吸也成问题了，吃饭也成问题了。他来报复了啊！那你说对不起，我爸爸不应该用刀子来捅你这里。我爸爸不应该用刀子来捅你这里。哎，对，你说我爸爸不应该用刀子来捅你这里。不应该用刀子来捅你这里，捅你喉咙。哎，对。你说现在我把你刀子啊从脖子上取出来。现在我把刀从你的脖子取出来。哎，对，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想象的一个鸡，你把那个鸡的喉咙那边一把刀子把它取出来，是取鸡而不是你取你爸爸那边。也就是说，哎。是吧？刀从。的喉咙对对，因为你爸爸吃了曾经吃了那个鸡的喉咙，现在鸡来报复的时候吸你爸爸的血，同样的也把刀在那个刺在那地方，刺在你爸爸喉咙那地方，这个鸡从阴间刺过来的，吃了一把刀以后，所以这个地方有液体冒出来，也不知道是水还不知道血，所以冒出来一直冒出来，鸡就不断的吸嘛，啊，来龙去脉就这样。然后你像那个鸡认错一个，把它刀拔出来一个，这个鸡啊也不吸你爸爸血了，也他用意念把你爸爸这个地方一把刀取出来了，就相当于你爸爸喉咙这里被鸡吃了一把刀，当年你爸爸吃了鸡的喉咙，现在反过来这个鸡吃了你爸爸的喉咙，你向他认错一个，先拔出来了啊。然后继续对那个鸡说啊，对不起了啊，对不起了，哎，是我爸爸错了啊，是我爸爸错了，哎，对，然后你对他说，我是他女儿，我是他的女儿，哎，我替我爸爸诚心的向你道歉，我替我爸爸诚心的向你道歉，哎，对，说完这句话以后，那个鸡就像一个呆若木鸡的啊。
钉在那边不动了，因为他认为这辈子没有人会向他道歉的，所以他准备这辈子啊，灵魂，他的灵魂这辈子一直把你爸爸，要把你的爸爸的血水啊吸干为止，包括吃的东西吸干为止。哪知道突然一个人冒出来向他道歉以后，他吃了一惊了，哎，他就停下来了啊。而且你把他的豆子拔出来一个，他觉得你已经向他道歉了，而且把他刀也拔掉了。这个时刻如果他再同你爸爸纠缠的话，就变得他觉得没道理了啊。所以他这么想一个，他就慢慢退了一步啊。哎，你对这个技术啊，谢谢你放过了我爸爸。谢谢你放过我爸爸。哎，不，放过了我爸爸，就是你做了这个事。你说谢谢你放过了我爸爸。谢谢你放过了我的爸爸。谢谢你放过了我爸爸。对。这件事情就是你向他道歉和他主动做了，而不是恳求他做，他已经做了啊。你说谢谢你放过了我爸爸。谢谢你放过了我爸爸。哎，对，确实是我爸爸错了。确实是我爸爸错了。哎，对，你说我作为女儿，我再次向你诚心的道歉。我作为女儿，我再次向你诚心的道歉。哎，对。说完这句话，鸡在万物退的时候，鸡在万物退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好多棺材呀、出现了好多棺材呀、这个时候好像那个应该红军长征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栖息在野外的，都没有棺材这类的啊，好像这些人这么多年，找回来了，灵魂找回来了啊。灵魂找回来了，灵魂找回来，我看到那个好多棺材，实际上是当个年代是没有棺材的啊。尤其是红军长征什么之类的，红军的是没有棺材，都是、每个人逃命都来不及啊，哪管得到人家去世的人呢、当时的心态就是这样。哦，你说了一句话啊，你说一句话，你说我知道当时的心态了啊。我知道当时的心态。哎，并不是像书上描述的那样的气势磅礴，并不是像书上描述的那样气势磅礴。哎，说穿了，哎，那是在逃命。说穿了，那是在逃命。哎，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哎，这个时刻，你提醒爸爸啊，哎，提醒你爸爸一句话啊。爸爸，我们一直忘记了一件事情。爸爸，我们一直忘记了一件事情。哎，我们经常谈起红军的事情。我们经常谈起红军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忘了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哎，那些牺牲的红军呐、他们没有掩埋好。那些牺牲的红军呀、他们没有掩埋好。哎，他们没有棺材。他们没有棺材。所以啊，应该来说，他们很希望得到棺材。所以应该来说，他们很希望得到棺材。哎，对，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你说那个祭还没走完的时候，棺材就冒出来好多很多棺材啊。这个是不是真正有棺材，而是他们希望有棺材？因为没有得到棺材，所以啊，那些人就找到了你爸爸啊，找到你爸爸，希望他能有棺材给他，哎，所以就横在这边，躺了很多棺材啊，就横着啊，一条一条压在你那个爸爸的胸部啊。那么这样的话，你爸爸再次就呼吸，这第四个原因了，让你爸爸呼吸不过来了，压在胸部啊。因为棺材压在胸部的话，还有对那个心脏会压出问题来，应该心脏还有问题啊。哎，这个意思懂吧？这个棺材是那些，当年那些牺牲的红军，他们没有棺材，现在他们很希望得到棺材，所以找到曾经的幸存者的后代，幸存者的后代，因为幸存者就是活着的人，后来啊。一旦去世以后，是体体面面的，有葬礼，有棺材或者有骨灰盒，反正不像他们就是
是在那个荒郊野外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心里也不高兴，心里也不平衡，找到了新存在的后代，哎，找到你爸爸了，希望有棺材。所以呢，一排一排的棺材压在你爸爸的身上，这个是用他们的意念产生的，在灵界。所以爸爸，把你爸爸的那个，哎，看到吧，这样一排一排都压了，所以那个呼吸有问题，胸部有下压的感觉，还把心脏压到了啊。那个棺材是有棱角的嘛，把心脏压到了，心血管都出问题了，压下去了。那压了下去，压瘪了一根，怎么让它不瘪呢？只能长支架。哎，明白了吧？只能长支架，把它撑起来，不然的话，你那个心脏，哎，心脏那个血管压住了以后都不流血了，血液流不过去了啊。啊，明白。哎，对，然后你同你爸爸说，哎呀，我们太粗心了。爸爸，我们太粗心了。哎，你说那么多年过去，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呢？那么多年过去，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哎，你说，我们把所有的红金，给一个棺材，我们做不到。但是呢，我们至少要给100口棺材给到那些红金。我们给所有的红金给棺材，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给100口棺材给小红军、哎、对，这个100口呢，不是真正现在不是真正的要买100口棺材，就是你可以画在纸上面啊，然后烧给他们，他们就收到了啊。反正你解决100个问题，哎，找解决了100个人，也就是说实际上什么呢？找到你爸爸的那些人，因为一排一排看起来不到100个，但你住到100个的话，肯定就把你爸爸身上的压在你爸爸身上那个棺材啊，就相当于移走的嘛，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需要在纸上画100口棺材烧给他们，对吧？哎，对对，你可以一张纸上画10个都可以，简简单单，有个示意图就行了，不是说画得很精确。如果一张纸上画10个的话，那你10张纸就够了嘛？好的。哎，不是要画到一手可以这样，你就简简单的级别就可以画一个，级别画一个，你就是说实在不会画，你就画一个正方形的都行啊。好，然后棺材，然后去。哎，你可以一张纸上画10个啊，这样这个，这样这10张纸就够了嘛。好，然后呢，你上面写几个字啊？字遇难的红军几个字就可以了。遇难的红军，对吗？对，就写这几个字，每张纸上都写啊，但一张纸上写一遍就可以了，不用写10遍啊。好、啊，是遇难的红军。哎，对，然后你记好了，一张纸上画10个啊，你最简单的画10个方长方形就行了啊，最简单的，不然的话你太复杂，可能画不突然间你画这个，你要画100个，这个工程量挺大的，你就画一个长方形啊，表示一个棺材，一个棺材，一张纸上就画10个，然后画个10张，然后呢，每张纸上写个字“遇难的红军”啊。我要亲笔画，对吗？哎，对对对对对，你那个字用什么材料不要紧，你就用那个白纸啊，那个 A4 纸啊，应该是对 A4 纸上，你用那个拿了那个尺字嘛，拿个尺字量就是拿着尺字最简单的嘛，横平竖直的这样，反正画一个长方形啊。画个长方形，你就一张张画10个，代表10个了啊！你就画了100个过去的话，那么压在你爸爸身上的那些都掉了，因为压在你爸爸身上的没到100个，你给到100个了，相当于把你爸爸身上压到的都走了啊！啊，这个师傅我要做这，哎，对，这个事情你过后就做啊，因为做了以后就这个就相当于那个灵魂，压在你爸爸身上的就开了啊。啊，我一会儿就做的话，我烧的话就是用一般的火来烧。哎，一般的火就是烧就行了，你就随便在哪里，就不要设火了，或者你用个金属盆子什么之类的。你找个方便的地方，实在找不到呢，在家里也好也好，反正你自己找个地方啊，注意安全啊。啊。啊。正在这个时刻，我就看到那个天亮了，就那个阳光出来了，又看到天上的阳光了啊。我一上来的时候就看到都是黑压压的啊，我整个过程都是黑压压的，
天上都是黑压压的，又像乌云似的。包括刚才我看到那个老鹰和气球的时候，天上都是黑压压的。现在我说那100个棺材，说到这里的时候，天空当中就看到了那个，光线了，天空就没亮点了啊。然后呢，刚才我这个是第四个问题了啊，帮你解决到第四个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呢，因为灵魂是永远不灭的嘛，那些灵魂就一直跟着你爸爸，哎，听得见吗？听得见。那么，刚才我提到的那四件事啊，泸定桥的，离开了啊，然后气球上那个战争，不是战争状态，是一个冲突啊，一件事又离开了。另外一个鸡离开了啊，然后很多的那个棺材，那红金的那个压在你爸爸身上了啊，那也离开了啊。好，现在画面上没东西了啊，就是今天这一例，我跟你爸爸解决了四个问题啊。把你爸爸还有没有再看到啊？现在这个档案里没了，因为现在我眼前都清晰了，就没有东西了。一般来说呢，我前面的时候为什么叫你说解决最主要问题，不要说具体的问题呢？你说个解决具体问题的话，不是最主要的。你比如说，你一开始说解决你爸爸肝脏的问题，站起来说肝脏不是最主要的，要你爸爸把气呼吸过来是最重要的，明白吧？自动定位器了，而且呢，你不要说一个呼吸什么之类的。因为不知道到底哪个重要嘛，那么自动我一看没有明白，您是让我说那句重复说您那句话，我以为您是在问我什么是最主要问题，我现在懂了。哎，对，你所以说吧，我说第一次临牌的人，你时间太紧了，时间太紧的时候，那我也担心一个怕双方误解，另外一个我让你明白就很费劲，因为我排的时候很快也就像这个50几分钟结束了，但我前面。通知打电话已经说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个时间，我想这个没完没了，我也害怕了就。哎，但是还好，我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您今天提到了好几句关于红军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也跟您提过？你不，你讲不讲？我看的都是这个，所以我今天刚才发了一例，前面那里我根本不知道，我就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发的一例，就是今天下午排的。我根本不知道她丈夫的腿有问题，我排的时候就知道她丈夫有问题，而且是在那个主下腿有问题，而且是在脚板那个问题。你回头再看我那个案例，她从来压根就没提她丈夫的事情。我是看画面的，不是根据你讲的。其实我并不知道我爸爸现在的主要的情况是呼吸问题。但是您说他现在是呼吸问题，对吧？哎，对，主要的这个东西，我倒是更多的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一直以为我爸爸最重要的是癌症的问题。哎，对啊，对外人来看，一般人看来是癌症的问题啊。但是目前来说，你呼吸不过来的话，你怎么办呢？你首先要解决呼吸问题啊。呼吸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呼吸上不来，医生就一刀割喉了，然后用呼吸机了。按照您现在看，我爸爸这个呼吸和吃饭的问题，现在吃东西会好一些，对吧？哎，对，这个地方先解除掉，这个解除掉，不是肝脏的问题不重要，是最要命的是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所以我叫你说最重要的。因为汤浩给了他一些药，哎，现在呼吸和吞咽问题可以解决的话，那我爸爸至少可以正常的吃这个汤浩的药，还可以吃一些正常的饮食，对吧？哎，对，这个就是你看情况，反正我临界这个问题是附在他身上的那些东西呢，我让他离开了，至于身体怎么恢复呢，是要靠他自身的，我没有碰你爸爸的身体，我做的事情是让压在你爸爸身上的东西离开，明白吧？但是就是您至少今天看，你看到我爸爸最主要的问题是呼吸，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吞咽的问题。哎，对，压住了，还有胸部这一条，那你看，从这里开始，这个才是最要命的，就这一条，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也就是马上可以要他命的。如果不解决的话，呼吸没了，
呼吸不过来，这不是没命了。明白。哎，其他呢？其他呢是次要的，因为我今天拿到档案，他一下子给了我四个啊，看完了，这里边就没有其他的。如果后面再看的话呢，我们也不知道后面是到底哪个重要，哪个次要。如果后面想着再看的话，也说解决最主要的问题，这是最智能的，让老天去拿档案，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拿。因为我们人力判断的话，往往会判断错。比如说，你认为你爸爸是，那个癌症，肝癌是最重要的，哎，实际上是判断错了的。到目前来说最要命的是这个，这一溜。而我呢，我就压根就没去判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临拍的时候就叫人家说直接说，解决最主要问题，我也懒得去琢磨了，你琢磨也琢磨不出来。你给了我一个单子上面16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不好意思，所以我给你发我爸爸的这个报告呀，这些对您来说也没有用，你也不看这个。哎，对，所以我对他说，我就一开始就说我不用看，因为我是看临界档案才正确，因为看你那个只有看得头晕的，我一看这么多头屑不知道在哪里了，然后你给了我一个，看了医生写了16个诊断，16个毛病的话，我就想这么多的话我懒得看了，不是懒得看，懒得处理你这个问题了，因为那么多问题的话，我一次拿处理得过来嘛，你不是要我免办一个万一没有看到太明显的效果，你会怪我。哎，我想，哎，我还是回避这个事吧。所以后来我越想越不对劲，越想不对劲的时候，我想还是回避吧。假如早点了解我这个事情的话，我有这个胆量面对你。我不是说解没有能力做这个事，而且怕你误解，你知道吧？再加上报告上那么多写的，所以呢，我看人家的我都不笑。不需要问人家，我只问一句话，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他如果唠叨这产生很多问题的话，我就对他说你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他说只有一个问题，头痛，只有头痛，那我说你就解决头痛问题。啊，那懂了吧？啊。我懂了。啊。那我想问，我们今天临牌之后，像我们临牌哈，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东西我是要保密给自己呢，还是我可以分享给？分享给要，今天这个要分享给别人，尤其是那费德泸定桥，也就是说，你越是愿意分享出去，把这个事情就纠正过来呢，那些守军呢不会再压别人，明白吗？他会一个一个去压他的。其实您可以再跟我讲一下红军费多卢进桥它真正的真相吗？我现在刚才听你讲了一阵子，我知道费多卢进桥这个东西完全是假的，是伪造的历史故事。哎，对。但是具体的真相，你可不可以再跟我讲一下？哎，真正的真相呢是红军，我们所说的长征呢，实际上是那个撤退嘛。这说的最难听的就叫逃跑。哎，对，说的最难听叫逃跑。逃跑过程当中呢，到了四川那边有个泸定桥，在长江上面的，是铁索，上面隔了木板，是这样的桥。然后呢，实际上红军到了那边守军，也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根本没有把那个桥面烧掉。但我们历史书上讲的是，国民党把那个桥面木板烧掉了，只剩了铁索。然后呢，红军就是用那个人呐、手脚啊，就攀爬一样的，像蜘蛛一样，从下面攀爬过去的啊。没错。对，这个你到网上一搜就能搜得着，你就是个飞夺泸定桥，然后有好多评价，然后后面有人讲了啊，这个历史是假的，但是你家里人就没注意这个细节，不知道那个历史是假的，所以找上门来了，守军的亡灵了。如果你已经知道那个事情是假的，他就不会来找上门来。明白。哎。但是这个事情我要跟我爸爸讲，对吗？我要亲自的在他床边。这个呢是这样，这个呢是这样。你爸爸那边暂时讲不讲都不要紧，因为你替你爸爸已经把那个道歉了，他不怨你爸爸了。因为你现在你爸爸的状况比较困难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要再打扰他。等到如果能恢复起来好了，然后你再同他讲讲这个事。好的。如果他体力很差，你不用讲这个，没事。为什么我说没事呢？因为你已经替那些守军
道歉了，因为你作为他女儿出来道歉，他们是接受的。所以呢，他你爸爸不会再回家了。是国民党，对吧？哎，对。替国民党守军道歉。哎，对，你就是你替你的爸爸，包括你的爷爷奶奶，哎，向那个国民党的守军道歉，因为他们没有把桥烧掉嘛。你非要说那个桥烧掉的话，他就来报复人了。所以说，历史啊不能造假的。明白。啊。关于那个就是这个呢，因为我们讲的第一个是泸定桥，然后气球的事情是我爸爸可能对这件事有一些不对的理解，因为真正的气球实际上他们是飞机查过气球里是没有人才去打的，对吧？哎，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只是不能当做一个争端，一个争端来解。哎，对，这不能理解成战争，不是战争状态，哎，不是战争状态，不能理解为战争状态。如果说是理解成战争状态的话，对他压力是很大，因为你在美国，对他来说压力就很大。那么你作为人在扣在这里呢，还怎么办呢？哎，他就会有想到这些了，明白意思吧？您，我的爸爸在心里想的是这样的去想的吗？所以呢，他才有这些困扰。哎，对对，就是您能看见说他有这样的想法。对，这个都是就像看电影，电影上告诉我的。好的。也就是说，这里一个要点，就是这个气球事件不是战争状态，而是纠纷，不是战争状态。是纠纷。哎，不是战争状态，因为动到枪炮的话，人家容易理解成战争状态，误解了。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是飞机上去绕着气球看里面有没有人，确保在没有人的情况下，才开把它打下来而已。哎，如果哎，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里边有人，他是不会开鼓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是战争状态。明白。哎，这个呢，关于这个细节是通过飞机看，然后才打落的，这些细节是您自己猜出来的。哎，不，我同你讲了，我整个是在看电影。是林杰的电影，我没有一句话是猜的。明白。所以呢，有没有新闻对您来说也不重要，因为反正是林杰。哎，对，我就看电影吧，我知道不知道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所以我不像人家说要讲新闻什么做节目要收集很多材料，我不需要。我告诉你，我一天当中其他部分时间在睡觉，睡完了以后休息好了，我才能给临牌。不像那个学生。不像老师给学生讲课要备课，我不用备课，我唯一的要做的事情就是睡觉，恢复体力了以后才能做这个事。懂了。啊。嗯。然后关于杀鸡的事情，我爸爸还要做什么事情吗？他保证以后不杀鸡，对不对？哎，对，以后不杀鸡啊，反正对你来说你也知道了啊，这种事情，鸡都是有灵魂的，你杀了它会来报复的啊。吃素，这样的话对他的病。那这个是能理解到这一步是最好的了。我们因为同你初次接触，我不能强迫叫你做到，我怕你有的事情做不到，所以这只能说慢慢理解。有了今天这一次以后，后面你看人家的案例什么之类的都容易看了，就知道要点在哪里了。这不是我哪里学来的，我是一个一个的案例看出来的。所以我按照今天您给我的这个理解，我应该去建议我爸爸吃素。哎，对，是这样，包括你。哎，也就是说今天我跟你爸爸处理了哪里呢？从脖子啊这里啊一溜到这个地方，这一段啊，他拿的当然就这一段啊。哎，是脖子一直到哪个地方呢？哎，差不多到胃的位置。哎，那这一节呢，我这是胃的位置。好。哎，谢谢。啊，然后压棺材就压在这里，整片压着了，都移除，处理完了以后，哎。我如果说话呢，这个东西对他说话会不会也有帮助？哎，对，就说话说的，对，就这一节啊，
今天我班出了这一节，他拿给我的答案就这一节，就其他没涉及到，不是没问题。他今天因为一次只能一个主题嘛，我们今天很荣幸涉及到解决了四个主题了啊，但是呢，涉及到肝脏的我们还没处理到啊。因为先把最重要的先拿掉，让他呼吸能过来。呼吸如果压制没有的话，那就人就听不过来了。一能让他吃东西，那现在可能就是最主要矛盾。哎，好，棺材给红，这件事呢，就是我听父亲做，哎，我画好了以后我去烧，哎，然后这个就算他就不用再做任何。哎，对对，他就不用做了，你对了，哎。好，那我们这边就这样了。然后过一会儿我把那个录像上传以后，我链接发到给你，空的时候你再回一遍，啊、哦，再看一遍，空的时候都看了，这样的就更清晰了。好的，然后您还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哎，其他没什么。哎，其他没什么，我反正那个上传好了，把那个给到你以后，你再空的时候再看一下子啊。好。啊。之后呢，我要再跟您聊天。我就再打给你，有问题再问就是了。哎，对，然后呢，我现在基本上交代完了，我先休息一下，后面再同你说。哦，我已经满身是汗了，因为看那个灵界，看灵界是很累，不像我们人间聊天，聊天还好一点啊。所以我先休息一下再说，我先跟上传上再说啊。您快去休息。啊，我现在是满身是汗啊，衣服都湿透了。啊。啊。谢谢你。啊，不用谢啊。谢谢，然后我先下线。啊，对，下线，然后呢，我先上传。传完以后把链接给你，我一会儿画棺材的话，这个棺材就是说我上面需要写字，说那是棺材吗？啊，不，你就写个字，字依然的痕迹就可以了。就写个，啊好。你如果你愿意写，对，如果你愿意写棺材两字也行，不影响，你就写棺材两字吧。好，因为我在想，我如果不写，我怕他搞不清楚那是棺材。啊，好的，那你就写。的痕迹。哎，对。啊。要不要写上我的名字呢？如果要写的话，写上你爸爸和你的名字啊，你的名字后面写个代，代替的代啊，你爸爸下面喊你的名字，下一个写个代替的代啊。好。谢谢。好，那就这样了啊。哎。好，后面有事后面再联系啊，我先把这个了以后跟上传，然后就休息一下啊。好，好，再见啊！那先这样，再见。啊，再见。